主席、江院长、内阁团队、各位委员先进、媒体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我报告的题目《创新突破是我们台湾经济唯一的活路》。后天就是母亲节，首先向我们全国为人母者致上最高的敬意与祝福。我想马总统对于我们突破当前的经济，对外要求我们积极地能够快速地加入 TPP 跟 RCEP， 对内我们将台湾打造为一个经济岛，我们从六港一区建立我们的自由经济示范区为我们的起端，我想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以韩国来例，韩国他们采取政经有效的相互的运用，政治向美国，经济舍去日本向大陆，造成了今天令人惊艳的一个成绩，值得我们参考。我想世界银行也表露，今年年底以前，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危机。我深切地期盼我们朝野放弃一切意识形态，能够在本会期顺利地通过两岸服务贸易，为我们加入 TPP 跟 RCEP 创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其实我们对内谈到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我们已经六港一空已然启动，有关我们健康产业，这是我们强中的强项。但是我们如何的整合我们相关的机构，发挥我们的统合优势，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我们可以看看韩国的三星，它是请全国之力来打造了今天一个举世无双的一个电子业的一个产业。而我们期盼我们的卫福部能够挺身而出，将我们六港一区周边的部立医院以及国军的军医院、荣民医院三个体系以三合一的体系来去努力，同时要做政策的指导、重点的要求、经费的资源、人员有效的分配，同时配以相关医学院在医研这方面的能量。我相信我们必然能够打造一个举世无双的健康园区。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期待大家一起努力，谢谢。